哟，你怎么又跟我干了小妹妹？师爷，你怎么看到我阿凡呢？哎呀，这奶挺烈吧，龙哥呀，就喜欢这样的。放开我！我在打老子，老子已经被办了，你不成？救命！不老子，闭嘴！救命！干什么呢？住手！哪有毛头小子？ 赶快滚！看你这是找死！没事吧？喂，江明，我哥过来。真真，没事了。 你知道罗家大少爷有什么目的吗？为什么要告诉你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就是罗宇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那你为什么会成为赵家的赘婿，还和自然？因为我不想让你东查西查，害了我的好人。但是，父亲派你来，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你父亲派你来有什么目的？ 虽然你和自然是朋友，但是如果透露我的身份，一样活不到明天。冬天啊，你怎么满头大汗啊？啊，我有点热。啊，那个真真他不吃苹果，给你吃。你不吃吗？哦，我苹果过敏，我不吃。 上学那会儿，我记得你是吃苹果的呀。自然，你有点累了，想先休息休息。好，你就先休息，我们先走了，改天再来看你。罗宇，公司还有点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 少爷，司徒公来俊豪。少爷，司徒公来俊豪。司徒公为什么突然来俊豪？属下不知，但看那架势，是要与俊豪撕破脸。看来石家的加入，让司徒公有了不少底气。刘总，你与我在云城分庭对立多年，如今这局面。 也该改。司徒董事，你这是何意？这些年你抢了我多少生意，真当我们是软柿子？司徒公，生意场上只论数量，我们俊豪堂堂正正，成王败寇。 我要让你知道被人踩在脚底下是什么感觉。刘浩，罗少爷，看来司徒公对俊豪势在必得，他不是对我们俊豪势在必得，是在想尽办法踩死我吧。 我们刘家和司徒家一直都是世仇，在云城，我们一直井水不犯河水。世仇？是的。20多年前，我们两家和金圈一世家结盟，没想到世家一直拿我们家当枪使，我父亲选择退出金圈。
这撤回了所有的任务，以后我们也和司徒家决裂了。所以说，金琛世家其实就是石勇。原来石真真这次来云城，还真的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。少爷，这个石真真难道是？她是石勇的女儿，目前在京城。什么？云城的女儿？ 要被找回来呀！放心，司徒贡现在暂时不知道你们之间的关系。少爷，我还想请您这次一定要帮我一把。我不想我们刘家就这样。放心，我是不会把我东西拱手下的。多谢少爷，那司徒贡，我另有打算。 你早就知道我远在云城。自然。 我们还有过几面之缘，但你不早问我。石小姐，问你，我不相信我父亲没告诉你我来云城的目的。司徒家已经不是给你们石家当牛做马的小企业，什么意思？你们石家早就没有了桎梏我们司徒家的能力。 我们两家互惠互利，但如果你们还想把我们当枪使的话，我不介意手底下多条人命，就是不知道石家大小姐的命值不值钱。爸，我要回去。开什么玩笑？ 可是司徒贡已经不是之前的他了，他竟然敢威胁我！蠢货，难道我不知道吗？现在石家举步维艰，我让你去云城，还不正是为了改变我们的状况吗？可是，真真，你如果没有办法和罗家攀上关系，你就嫁给司徒贡，你是不错的选择嘛？爸，哎呀！ 思然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谈合作的，你怎么提前出院了？你和天启有合作？嗯，是建材方面的，司徒董事长等着我呢，我先走了啊。啊，赵小姐不知今日何事来找我？司徒董事，我们赵氏集团呢刚和俊豪签下了一笔订单，以后负责天启项目的人可能就不是我了。 我特意来告知你一声。俊豪，你们和俊豪也有合作？有什么问题？没事，张小姐，那我知道了。司徒董事什么情况啊？什么？这周末同学聚会啊？嗯。